Welcome to my tub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奇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继续带这款游戏是《欺凌馆》。那上一集我有放最开头的那个开头，阿奇一直觉得那个有点像是早期游戏公司的那种做法的开头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跟阿奇同年纪的观众们是不是有这种感想？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开始吧。这点废话上一集好像忘记说到，对，就是沉默了十几秒才做开头。那现在我记得这个东西，整个房间都变暗了，似乎墙面隐约有涂鸦的痕迹。或许使用手电筒装上四号电池试试看。时定剂，原来是要关掉灯光才能看得到。终于明了了，现在把手电筒关掉吧。什么时什么定什么剂？好时限定冬季。什么？阿嘎奈。哈？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？获得了心形宝石、红色钥匙、猜信刀。是谁？谁在浴室里面？小木，是你吗？看来先到浴室一探究竟了。谁啊？不是妹子的话就要生气了哦。奇怪了，浴缸的水龙头竟然开始放着热水，看起来才是刚刚放的，但是里面没有人，真是太诡异了。果然，还是有人住在这里的吧？厨师不喜欢你。厨师不喜欢我？刚才那个就是厨师吧？或这里又是哪里啊？小花音乐盒。上面有三个凹槽，分别是星星、月亮以及太阳的形状。之前的玩具箱的星星宝石正好可以装上。看来必须找到剩下的两个才能打开。为什么这里会有点低价呢？阿许很没有认真的看全家福，所以现在有点不知道谁是谁的房间，对不对？有颗眼珠掉出的破烂泰迪熊，肚子里面好像有东西，要用拆信刀把它割破吗？我觉得这已经是熊熊的既定悲剧了欸。他永远都会被剖开肚子、切掉头之类的，已经是 RPG 游戏所有的元素里面一定会占得很重要的成分。这是一个变成既定的设定了，对不对？得到了坏掉的电池以及一个四号电池转三号电池的转接器。我记得当初游戏房好像看到一个需要三号电池的收音机。架子有一些针筒、药瓶、绷带等医疗用具。仔细看，针筒旁边有一把蓝色的钥匙，要拿吗？哦，里面的药瓶感觉都很昂贵。看来这个房间的主人身体不太好呢。熊就没有什么特别，是可以走了吗？不行。没有必要进去。可是我现在没有要干嘛啦。可抽取一体之物品。
起门把专用钥匙，不知道是哪里的钥匙。哼，该调查的都调查完啦。哎，这是算啊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 bug 吗？还是这是游戏的设定？游戏的设定不会是……哦，楼上传来的声音。是阿许没有走到这一格的关系吗？有几张纸是，是几张破损的家教日记 Part 3要拿走吗？是，这是音乐盒的声音。旁边有一个纸鹤，刚刚明明没有看到的，要打开吗？把纸打开，上面的潦草的字迹写着。大门的钥匙在阁楼，钥匙在阁楼。哦，从厕所里传出来的吗？谁在哭啊？鲜红色的液体带有一股腥臭味。镜子上面的文字好像变了。厨师说要把你们当晚餐。有人在吗？是谁？玩的这么欢乐哦？等等，干嘛啊？我记得这里原本有一个玩具超人的。妮妮倒是画像都没有被破坏嘛，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变化。妮妮姐姐可以出去。这怎么看都是真的，真的有人刚刚在这里的吧？门也打开了，所以他一定是出去了。啊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能够出去了。原来是通到这里，就隔壁的房间啊。然后三号电池嘛。哎，啊，不是转接器吗？啊，我们就已经有四号钥匙了。你就从手电筒里面拔出来再去用，不行吗？书架移动了。哎，等等，那个这个不见了哎。原本在这里的暗门不见了。对啊，怎么会？厨师在厨房等你。在厨房。会不要吗？我要妹子，我不要奇怪的汉子。然后都可以自由的进出哦。不。没有特别的，然后就是楼梯，对不对？调查一下这里吧。人造植物。哦，什么？映出了自己的身后有一个白衣小孩的身影。真的见鬼了！赶快离开这里，小梦。倒映在走廊上，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人，窗户也没有人影了。有几张纸夹在这里，要拿走吗？得到了家教日记 Part 4，等等，我是不是三还没有看？3月25号，敏敏又在说她和妮妮姐姐聊天的很开心了。他说他教他人的肚子被剖开以后会看到里面有内脏跟骨头。怎么会说这么恐怖的话呢？到底该不该戳破根本没有什么妮妮？跟敏敏的爸妈讨论一下，我又遭到了斥责，叫我不要说奇怪的话，好好教书就好。26日，
明明的姑妈病得不轻，脑袋变得很不灵光，会对空无一人的地方咆哮，或者咕哝着没有人听得懂的话，眼神也让人觉得恐怖。但最诡异的是，他难以难懂的话语中，也提到了像是妮妮的名字，并且边哭边笑，没有笑，边说边哭。家人不愿意讨论他的病，还让他如同囚禁一般的住在阁楼里。27日，我真是受够这个地方了。来了以后，没有一夜能睡得好觉，整个家从主人到小孩都是怪怪的。我的资料被涂鸦，东西被弄坏，明明却死不承认，连他的父母都相信要我不要骂他。今天当着我们的面，音乐盒竟然自己响了起来。明明没有碰他，但是他却没有很讶异。究竟是明明有着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，还是说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捉弄我呢？难道妮妮是真的存在的吗？4月3日，身边越来越多奇怪的事情，东西凭空消失、移动，或是没有人却听到人的声音。我连续失眠，身体越来越差，依然认真的教明明，却听男主人说考虑要辞退我，说是为了我好。厨师做的药汤我觉得味道怪怪的，明天想去厨房偷看那是什么。4月4日，厨师是个怪物，难怪总是不让我进厨房，里面的东西真是太恐怖了。天哪，我真不敢想象在这里的日子我都吃了些什么。不止厨师，主人们明明什么都知道的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明明还说厨师把活的食材锁在储藏库里。不能允许这种事，不能让那个怪物活着，否则该死。我听到脚步声停在我的门口了。等等，家庭教师也遭殃了吗？小木应该还在一楼，因为二楼已经找遍了，还是没有看到他停留过的迹象。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，但必须赶快找到小木才行。怎么觉得应该变成食材了？这里是圣经和驾照的照片，就是那个牵着孩子带着十字架的家庭教师，名字叫做史圣彦。仔细看的话，注意的日期是2004年补发，日记也是2004年嘛。桌上有一叠有十字架浮水印的空白信纸。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治疗失眠和抗忧郁的药物。哦，得到太阳型宝石和十字架的钥匙。赶快去厨房找小木吧。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是吗？还不能打开。然后原本在砧板上的堕落刀不见了。虽然小了点，以防万一吧。还是不要碰好了。你不觉得小木就可能在里面吗？然后，火之石。等等，小男孩不见了！天哪，小木，你在哪？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啊。好像可以用红色钥匙打开一个锁。
使用红色钥匙，但是门上还有链条和 A 字锁头，只能把门拉开了一点缝隙。仔细里面看，黑暗金剑小木的背包，虽然像是被捂住嘴巴的维洛呼惊呼声，吕翔确定那就是小木。小木，你在里面吗？振作一点，我就来。啊！我的天，救命啊！快逃！要逃去哪？不是这边。啊！等等，阿四要去哪里呀？不是啊，等等，现在我要干嘛？拿剪刀，然后打开这个。吕翔把门反锁上了，好险！难道他怕十字架？恶灵退散啊！仔细一看，旁边有十字架挂饰，要拿走吗？先存档好了，这是重要道具吗？带着以防万一吧。啊，刚刚那厨师脖子上的钥匙，好像和储藏库的锁头一样，果然还是必须再回去一次厨房啊。锁住的冰箱已经不会动了，十字钥匙好像可以打开锁头，要打开吗？啊！里面塞着那个破头厨师的尸体，尸体就像刚刚看到的鬼魂一样，只是整个被冰冻的覆盖着白霜，僵硬的躯体一动也不动的。尸体的胸口果然挂着那写着 A 的钥匙。吕翔拔下钥匙，把金属十字架放在尸体身上以后，再次把冰箱锁上了，这样就会打开那道门了吧？赶快去叫小木吧，已经不想再看了。啊，小木！吕翔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刚刚忽然听到身后有人的脚步声，一回头就被攻击，搞不清楚状况就昏了过去，醒来就在这里了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只是头有点痛。这里有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不过我应该解决掉了。没事了。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吧。写着 B， 我们确定就可以将一走了之吗？调查一下这里。调查啊！被堆叠的一起的木材，仔细看里面有东西。只不过要离开也有些难度。为什么呢？大门被锁上了，怎么也打不开。窗户也有安全栏杆，根本出不去。电话也打不通。糟了，
我们好像还是被困住。哦，怎么会有从里面打不开的大门？这个家里面应该会有钥匙吧？大门的钥匙啊？会不会在保险箱里啊？保险箱？嗯，你刚刚没有注意看那张画吗？画着书柜里面有保险箱啊。说到画，那幅画很诡异。画中保险箱原本模糊的数字会一一渐渐变得清晰。爸爸你139641，这八字胡男人的位置忽然冒出了火苗。46931，啊，怎么回事？失火了？哎，熄了。密码只浮现出了5码13964，139647。9647。打开了保险箱，里面有一份文件设计蓝图，一把灰色钥匙以及一把手枪。竟然有枪耶。枪对鬼没有用吧？更大的问题应该是没有子弹吧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好了。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，或者是点个喜欢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。See you! 拜拜。